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帮我讲。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楞严经。上次已经到这个阿难这个悟谢发心这边，也就是呢到了88页正脉科会啊，这个楞严经正脉科会这一本88页，那已经进行一半，就是这个阿难的偈颂还没有解释而已，所以呢，我们从88页中间这边，啊，这个阿难的这个礼佛合掌这一段，啊，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妙赞总持不动尊，手能言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其或法身，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信可消亡，说迦罗心无动转。那么这一段呢，他一开始的科判，在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上面，他是写谢赞。赞谢，对不起，赞谢。一方面呢是赞叹佛跟法，佛法二宝。那么身呢就没有写到啊。那二方面呢是感谢佛陀开示呢，能够让他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身啊。所以他为什么是一个是赞，一个是谢？啊，后面呢才是发心啊。法心里面再分成这个总持报恩跟别求正除这两小项啊、哦。那先解释这个赞谢这一部分，妙赞总持不动尊啊、哦。那么请翻开新表解，郑水吉老师编的新表解这个82页。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的把经文跟解释呢这样对照着来看，然后呢也把它分段啊、哦。妙赞是赞这个真谛，总持是赞熟谛，不动是赞中谛，尊字这个就是赞佛。所以整个来说呢，这一句经文，这个偈颂其实就是赞佛啊。那为什么既然是赞佛，为什么还分成赞真谛、赞熟谛、赞中谛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了解，佛呢证得圆融三谛，证得一心三谛，也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呢才分开成这么一个三部分来赞叹佛、哦、对不起啊，里外有点差距。那么因此呢，他在这个郑老师，郑水吉老师，他在这边呢，他在配合呢这三德，佛的三德，般若德、解脱德，还有呢这个法身德。所以呢默学今天呢就把这个表呢啊就做一个简单这样对照的。请看今天的讲义哦。这个其实跟天台宗的一个习惯的一个解释有关系。真俗中三谛就会配合空假中三观，这样来解释，而且空观一定摆前面，中观一定摆最后，啊、哦，
因为呢，这个是有牵涉到所谓的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那如果呢不了解次第三观，也就没有办法正确圆满的了解一心三观。所以因此呢，他一定会把这个三观的次序呢摆成空假中这样的次序。那么对照过来，为什么这个空观是般若德？就是因为他用智慧观到空性真谛，所谓的真谛就是见到一切法的空性啊。那这个解脱德为什么配合这个假观熟谛？因为他在一切法当中都能够了解呢，是空性缘起。虽然是空性，但是呢，也是要借着缘起。所以在一切的现象当中呢，在一切法当中，他既可以了解空性，也了解维系的这些缘起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在缘起空性、性空缘起的现象界当中，他不会被绑住，不像我们因为有执着就会被系缚。所以为什么他会配合解脱德？可以简单这样子了解。那法身德中观，因为已经呢空假二观乃至真俗二谛都已经融通不二，不落两边，也不存两边。不落跟不存一样哦，呵呵，不立两边。然后呢，也不废除两边，啊，双遮双照，这就是天台宗习惯的用法。双遮两边都不有，都不能有；双照是两边都同时存在。所以他的中观就是观这样子的中谛，因此他见到一切法的法性，等于呢就是见到法身。啊，所以他会配合法身德，原因在这边。那现在妙赞总持不动尊，为什么妙赞两个字配合真谛空观般若德？在郑水吉老师的这个表解上面解释呢，他有配合正脉书的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文字呢大致上都是来自于正脉书，只有那个真空觉相观，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它是从哪边对照过来的，但是这样对照也是很有道理就是了，只是不知道它是依据哪一本注解，把它对照过来。那个是配合华严的法界三观，那么既然观的是真谛，用空观观真谛，当然就可以配合真空觉相观，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呢这用假观观熟谛，硬是把它配到理事无碍观，这个如果是华严宗的学者大概也不太能够同意，毕竟两者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当然要说它有相同之处也可以，那么能够这样配呢已经很了不起，能够想到这样子呢实在是很不容易，那中观配合这个坐遍含容观，那绝对没有问题，这样的配法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个你看一下他的一个解释，妙赞里面赞真谛配合般若德，然后后面写的集三而一，强调的就是一那种绝对的真理空性，毕竟空性，那么如果是我们真常唯心的话呢，就是真如本性，强调的是那个一，所以呢真谛它配合这个一，那如果熟谛就配合那个多的三，那刚说了为什么这个熟谛是解脱德，你在一切的世俗现象界当中你都能够不会被绑住，解脱自在，那么这个配合楞严经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妙赞般若德，这边是在克就根性，你见到了这个见性十番显见，所以他说呢十番正事就十番显见，你终于了解那个见性。二见番显，别业妄见，同分妄见，这个妄见没有了，所以叫做番，翻过来也就没有那两种妄见了，所以你能够显这种这个根性，
啊，所以呢，悟得澄清觉海，朗照信天，朗耀信天，浩然无际，那就是般若的一个现象，相当于文字里面的妙赞啊。那墨学呢，为了要对照这怎么样用简单的文字把它这好几句都把它放进来，简单讲一个，就把它浓缩成三句啊。一方面又要跟般若有关系，二方面又要跟妙赞有关系，所以呢，就是真智见性，然后这种微妙的般若真智，可以觉悟到性海澄清，你的澄清的那种本性，如同大海这样子。啊，那么这里面呢，就跟那个赞字就有关系，然后呢，那个妙字就是微妙的真智般若。啊，好，所以这个是赞。赞叹真谛，啊，等于你赞叹见性了，啊，再来总持熟谛，啊，你看他这个郑老师的写法是集一而三，那么下面的说明呢，会通四科里面万象融摄，总别发挥，悟得诸相皆性，万物一心，深然毕具，啊，佛解脱得。哎，每一个字大概都懂，但是放起来，怎么样串起来？后来想一想，用这样的写法，请看讲义哈，就是你终于悟得这个一心真如本心，能够融摄四科万法，这四科里面五音六路十二处十八界，一展开来不就万法吗？所以用一心去融摄万法，四科万法，总相别相，通通都没有离开一心。所以都是解脱相，都是涅槃相，啊，所以这样子一来，他为什么他？你看他的说明，在四科中，你终于能够万象融摄。为什么叫做总持？如果通常我们解释总持，都是在那个真言咒语陀罗尼里面，啊，一句咒语或者是一个字的咒语，就可以总持无量意。那么现在呢，就是用你所体会到的一心，或者是呢真如本性、如来藏心，去融摄万法这些别相啊。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个总持方法，就可以在所有的现象界别相里面得解脱自在啊。所以这个是总持赞熟谛，再来不动。那么这个郑老师的写法呢，是赞叹中谛，然后刮胡第一谛，意思就是说一样的啊，中道第一谛是一样的啊。那么配合前面强一个这个妙赞是强调而一，总持是强调而三，现在中谛呢就非三非一，但是呢又必须要集一集三。离两边，但是也集两边，啊，所以这就是中道第一谛。那么它配合的《楞严经》呢，就是七大，七大，啊，那么七大呢，他这么写的：圆章七大中，和会大性，均显遍周，悟得根根层层，具满法界，悉无起灭，不起灭就是不动，不生不灭，不动。各不往来，但是呢，居然可以交彻，除了周遍之外，还可以交彻，这个就是佛的法身德。交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讲交彻的时候，是讲性相两边，啊，性跟相，就刚刚讲的缘起的相跟空性，两边其实是交彻的。你可以用缘起去了解空性。你从空性里面，你就应该正确的了解缘起，所以这样叫交彻。所以通常都用的是性相交彻，啊，因此呢，墨学在这边呢，就把这一段话整理出这样三句，在这边配合《楞严经》的七大遍周具满法界，这种具满不是只有四相上的满法界，而是呢性相交彻，也就是配合前面的真熟二谛。可以相融相集，交彻融集，那么这才是强调的中谛
不动。啊，这里面真谛不生不灭不动，可是呢，熟地周遍法界，遍满法界，但是呢，两者相融相即，真熟二谛相融相即，真正的不动是在这里。哦，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三句各自赞叹真熟中三谛。那么那个尊字呢，因为不要忘记这一整句话，妙赞总持不动尊是在赞佛，所以尊就是世尊，能证前面一心三谛一境三谛的世尊如来。所以他把这对佛的一个形容就写在这里啊，这个尊呢是十号之一，就是世尊嘛，世尊就是十号之一啊。由证此三叫做世中尊，佛呢因为从因克果，因已经圆满了，所以呢果报已经呈现出来了。五住究竟就是把五住烦恼啊、五住惑全部断干净了，二死永亡，分段变异生死全部没有了。福慧两足尊啊，包括呢二言福德智慧两种庄严也圆满了啊，所以九界称尊，世间六凡出世三圣之所共尊故，所以这叫做世中尊，世尊啊。所以这个尊字是能证之人，前面那三德是所证的功德德恨，所以整句就在赞叹佛，赞佛啊。然后所楞严王是稀有，所楞严王就是赞叹这本经，所楞严三昧是三昧中王。所以呢这一段呢，他把那个前头一开始阿难所请的啊，请佛开示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给我们看啊。这个大佛顶所楞严王啊，这个有三摩提，名字就叫做大佛顶所楞严王。所以现在呢，就是用这个一切事究竟坚固所楞严来赞叹他啊。那么多了几个字，四科七大一切四相之法，都可以一一回归如来藏性，本不动摇，本不生灭，自性天然妙定，这个就是所楞严定啊。然后是稀有这句赞叹佛，也赞叹所楞严三昧，两边都赞叹啊。所以这个所楞严王是稀有到这里赞叹佛法讲完，再来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生。他先呢，每一句下面都标示是得什么利益。消倒想，颠倒想当然就是断妄意，然后或法生当然就是明真意啊，这名字一看就很清楚啊。所以他旁边的解释呢，一个是谢佛陀能够帮助他破妄，一个是感谢佛陀能够帮助显真啊。那么那这个文字呢，其实大家稍微看一下都看得懂啊。所以这个颠倒想大概呢就是分成人我执法我执啊。那么意结颠倒想只是形容我们无量劫来都陷入在这样的颠倒想里面。那么现在呢，听了佛讲这个所楞严三昧所楞严经之后，终于能够消除。那么加上后面不利生起或法生，好，没有经过那么长阿三大生起劫就能够或法生。那么有人说，那有这么快吗？阿难他这边的寄送是这样写，可是后头呢到后面又说呢，阿难听到后面很后面他才证恶果。那或法生出地呢，恶果出地差很远呢。那怎么会说他不利生起或法生？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只是一种形容自己呢？觉得听到这个法很欢喜啊。那么更何况呢，他还引用你看后面的经文，愿经得果成宝王啊。然后呢，这一次愿希望我现在能够得果，可见还没有。所以要不然如果有了怎么会叫做愿经得果成宝王，后面还有一句令我早登无上觉，那也是还没登无上觉，
如果已经登无上觉了，为什么会希望让我早登无上觉？所以呢，就根据这么两句话来回推回来，这个消颠倒想或法身，那只是一种形容，一种获得那种解悟的欢喜而已，啊，并不是真的。所以对这个呢，你仔细的去看很多个楞严经的注解，都有一套说法。所以呢，就我们就不必读那么多了哈，我们读读这个正脉书他怎么说的这样子。好，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对于这句话，不立身其或法身，啊，对这句话。他说呢，如果从顿教的角度来说，顿教在讲教理的时候，法身本来圆成，本质现成。不要说修行未悟之前，法身都本质现成。但是呢，顿教是如果你能够当下悟入，一念回光，当下悟入，法身就得到变通本德。这是顿教的说法，啊，不要忘记哦。正脉书教光法师他是学华严的，他会用小始中顿圆的这个教理，所以他用的是顿教，就是华严的顿教。所以顿教的说法，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尚不论，不再论正与不正，成与不成，岂同全教见教？一定要立阿僧祇才能够成佛或法身。所以如果你从顿教的教理去看这句话，哦，那么这句话并不代表阿难没有那个程度，哦，他只是表现，啊，迹象上他表现的是出果阿罗汉，啊，须陀洹这样子而已，实际上他本地风光是大菩萨，也有可能他就是用顿教的道理去讲去赞叹的，哦。那么再来，如果更按圆教之旨，行步不爱圆融，跟后面有一句，这个圆融不爱行步，两边，行步就是有次第的，啊，哦，有顺序的，啊，哦，你要透过修行，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这样上去，啊，哦，所以呢，这种次第的不爱圆融，没有次第，圆融就是没有次第，所以。行步不爱圆融，他说呢，虽然未及断惑就尽，不妨全惑法身，没有妨害啊，啊，全体即佛故，就像天台讲的六即佛，理即、明智即、观行即、相行相似即、分正即，都是即佛，六个阶段都即佛，所以全体即佛。没有一段不是，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或法身的，哦，他并不是从这种已经证得的位次去讲，而是从行步不爱圆融的角度去讲或法身的，哦，然则直现果而不许阿难或法身者，狮子之甚也，你就不了解圆教的道理了，哦，又圆融不爱行步，故虽全惑法身，不妨还要更除细惑，更立诸果，更就成就近宝王，啊，你所质疑的没有错，他还没有这个连恶果都还没到，啊，更不要说是出地，更不要说成佛，啊，但是呢，如果圆融不爱行步，全惑法身不妨害，他还要除惑，啊，为什么呢？他说。楞严经后头就有这几句话：理虽顿悟，称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第进。所以他的确是悟的，就是那种理；顿悟的是那个理。他讲不立身其或法身，他说或的法身就是那个理法，那个理体法身啊，哦。所以如是则。虽却后更立身其已成就近佛果，当亦于此不立之前先获法身，了不相爱啊，没有相爱啊，啊，更何况圆顿悟后之修，念念是佛，虽尽断通惑，通惑就是见思惑，跟三圣
共同要断的见思货，以前见修者日节相悖，同样都在断见思货，那就跟一般全教的见修的就不一样了，那效果不一样，日节相悖的吼。至于住后出住以后断别货已去，就是断无名货。以上啊，一生有缘旷劫之国者已，就有这种状况了。更可以证明不利生起或法生这句话了。如是，如果你这样了解原教，则虽为其确后更不利生起乎，亦无碍也，也可以的。若更取言处同时之玄旨，那原教里面时间短的是处，时间长的是言，长短时间其实是我们分别心分别出来的。时间是不相应刑法，所以如果打破了这种分别，缘处同时之玄旨，那更不可以长短居矣，那更是原教里面要去讲的啦。所以他说这一句不利生起或法生，可以从顿教跟原教两个角度去说，否则一般来说，要或法生刚说了要出地，出地如果照这个一般经论法相中或者是色大圣论的说法。一大阿僧祇劫才获得出地，然后第二大阿僧祇劫出地到七地，第三大阿僧祇劫八九十地，那么一直强调，那么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从什么位次开始算这个第一大阿僧祇劫？出住，实性位那个不算。如果照大圣起心论的说法，那你修实性位到出住多久？一万大劫，一万大劫。那因此魏敏还在问，那什么时候开始算实性位的出性位？那个一万大劫从什么开始算？那你仔细的去看起心论，你要了解那个什么叫做大圣法义啊，然后呢要了解行四种方便。你要知道怎么去修那四种方便，根本方便啊，能止方便啊，增长善根方便等等。你要了解了，然后真的开始下去学习发这三心，菩提心的三心，慈心、身心、大悲心，这样开始算起。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都还不能开始算第那个一万劫的开始。因为我只会背，我也不会真的会修，甚至还背还背不很完整，所以你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好，那么回来这里面这样子大概这样交代过去，那么接着下来呢，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第二首偈颂。这边呢我们刚说了科会里面呢就写得很清楚，这是真正开始发心了。开始发心。所以呢第一句愿今得果成宝王，那个宝王一看就很知道就是成佛嘛。所以希望能够成佛。还度如是恒沙众，这里面的还度，这个还字是不止我自己希望成佛，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度众生。所以正脉书呢说，你不要以为那个还度是成佛以后回来再度众生，不是，你必须要这样正确的看，希望成佛也希望同时能够度恒沙众生。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讲的啊。那么再来的话呢，他说这四句如果你配合这个郑水吉老师的来看就很清楚啊。你看好，愿今得果成宝王啊，这一整段这四句偈发愿报恩，将此身心奉承刹嘛，是则名为报佛恩嘛，所以它里面有报发愿有报恩。所以呢从前面来已经获法身了，这只是离法身，现在要依物起修，希望得到究竟法身，所以发愿至今
以往以后要精进修持，找得菩提佛果，成就佛果佛宝法王。所以他说呢，用智慧所开悟的这种智慧，上求佛道以自利。然后后面呢，还度如沙众，如是恒沙众，不但自利，还要利他，同时自利利他同时做。所以他就配合四弘誓愿，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只有这讲两句，那四弘誓愿还有另外两句啊，哦，那么他就用这个温林戒环法师的哈，这也就是呢这个《楞严经要解》里面的解释，佛道无上誓愿成里面包括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你不能断烦恼，你怎么能够证菩提呢？啊，唯有断烦恼才能够证菩提。所以虽然讲前面那一句就包括了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然后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就包括了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你要学无量的法门去度不同的根器的众生啊，所以这两句就等于是四弘誓愿啊，这里面有智慧，有悲心，因为你要上求佛道要有智慧，你要下化众生要有悲心啊。那么将此身心奉承刹，这个身心就等于包括前面的智慧跟慈悲啊，身心就包括智慧跟慈悲啊。那奉承刹，你看郑水吉老师他的写法哦，他说呢，把这个智慧慈悲两种身心回奉十方为成刹土之诸佛跟众生，包括佛包括众生，怎么解释呢？佛那边常随佛学，以求慧主胡慧两足尊，他用这个方式解释啊，在佛那边常随佛学，满足你的慧；在众生这边广行嫉妒啊，成就你的福。这两个加起来，庄严成佛国土。所以正脉书呢，就说将此身心奉承刹，这个承刹一方面是形容佛跟众生像这个围城这么多的刹土的佛跟众生啊。不过里面呢，奉承刹是用庄严佛土这样来解释，然后呢，庄严佛土里面就有福慧两足尊，有智慧，有慈悲。用这样来解释这一句话，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那么这才是真正报佛恩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之前读这个寄送，我觉得哦，这个很有感觉啊，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但是呢，其实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身心奉承刹。那么现在透过这样文字上的解说，哦，知道说哦，必须是要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啊，是真的用智慧跟慈悲上求下化，啊，才是真正报佛恩啊。再来第三句，第三个偈颂，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世先入，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啊。那么你看新表姐郑老师他说这段就是度生求证啊，就很清楚嘛，五浊恶世世先入就是要度众生成佛嘛啊。那么如果呢没有完成，终不于此取泥痕，所以请世尊做证明，所以他叫做度生求证。好，请佛证明啊，讲比较白话一点 local 一点，就是在心明头前就抓了哎，现在那心明是佛德所以请佛做证明，我一定要完成我的这个愿，我如果不完成的话呢，我誓不于此取泥环，我就不入涅槃、哦、这话呢讲的是多好、哦、那我们俗话说那就很难听、哦、好，所以呢你看啊、哦、这边呢，福请世尊为证明，一方面请佛做证明，一方面请佛慈悲加佑加持加批
啊，因为呢，说实在话，我们凡夫呢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佛的加持，没有三宝的加持，空口说白话而已，讲好听话而已，啊，真的不没有办法做到啊。但是呢，坚持到底，佛力加持，终究慢慢的我们就有那个能力啊。所以第二句五浊恶世四先入。特别呢，他是在娑婆世界嘛，啊，这个当时候阿难啊、佛陀啊，就在娑婆世界这边，啊，所以呢，特别讲五浊恶世是先入，啊，那为什么要先入呢？你看这个表解里面说，先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着佛土来讲，一个是对人来说，啊，尘刹前面不是说奉尘刹吗？十方佛国土很多啊，但是呢，一定要先从五浊恶世先来。因为五浊恶世的众生最苦了，急于救苦，啊，苦难之深者一定要先救。他就举了一个，这个是这个教光法师写的，里面写的哈，周文必先观寡，所以强调这是悲悯心。这个周文必先观寡，那周文一定是周文王，那必先观寡是什么意思？好，请看今天的讲义。原来这个是孟子里面的话，孟子跟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呢就问孟子啊，说那王政可得文语啊，到底一个人王哈，仁慈的人王怎么样去施政，你能不能告诉我，提供一下你的建议啊，这个王政能听一下你如果是让你当王，你要怎么做啊。对曰，就是孟子回答：昔者文王之治其齐也，齐是一个地名哈。耕者九一，士者四路，官事积而不争。断句要这样断哦，我处处看哈，官事积，我以为是官事积，不是官事积而不争，则粮无尽，罪人不奴，老而无妻曰官。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施四者。这如果套用我们现在的话，社会福利政策最重要。对于这种老人的这种政策，还有呢，如何的能够那个生小孩、照顾小孩啊，这个也很重要。啊，现在以前台湾说强调呢，两个恰恰好啊，一个不算少。现在不敢讲这个话了。哦，现在要鼓励生育，就是这样子来的哦。类似这样，所以发政施仁，一定先从这四类的人民先着眼。啊，哦，那前面那个呢，简单讲一讲哦。耕者九一，就是。农地抽税征税十分之一的意思，哦，然后呢，士者四路，这是做官的啊，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查，大概就是说他的禄俸，哦，他的薪俸，从薪俸里面呢去扣除还是怎么样，哦，再来官事积而不增，官事就是呢进口关税。真的啊，不要笑，因为那时候小国之间，那你要商业往来，那要征关税啊。所以呢，孟子提出来就是说呢，这个鸡呢，就是你还是要仔细的盘查，不要让那个有走私的情形，但是呢，不征，不要征税，就是等于叫零关税。哎，果然孟子有高见哈，现在都强调零关税哈，哎，那么粮者无尽，就是不要禁止一般老百姓去使用大自然的这一些山川河岳啊，这些农产品啊，乃至呢山啊河啊这些啊，不要用种种的那种管理手法，因为呢，在古时候，这个官府可以苛税。你到山林里面去打猎，你去砍柴，你去捕鱼，它可以课税的，不是只有种农地课税，
是你从事这一些经济活动也可以课税的。哦，所以呢，这个孟子提倡呢，不要管太多，啊，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管啊，无尽。再来，罪人不奴，就是犯罪的不要株连九族之类的。所谓的不奴，就是不要牵涉到他的妻子跟小孩，犯罪就罚他就好，罚他个人就好，不要连他的妻子小孩都要一起罚。啊，所以这几项。就是他的施政方针，啊，那后面呢就是社会福利政策，啊，大概呢是这样子，啊，这以前在高中念这个四书都没像现在这么用功，那时候为了要应付考试，反正呢题目出来知道怎么回答，是选择题是问答题，会写得出来就好了，考完了就还给老师了。哪里会去在意这些？现在想一想，这孟子还是真的是蛮有先进的那种现代的那种施政啊。不过呢，有些地方呢，可能呢，他也是要与时俱进哈。好，回来，所以呢，这个五浊恶世四先入啊，这边对着佛国土而言，五浊恶世的众生最可怜，苦难最多，所以要先进来帮助他们啊。在对着人。啊，这个时候呢，五浊人所确入，应该说菩萨、阿罗汉。如果呢，佛希望弟子们能够发心来度众生，这些菩萨、阿罗汉都说呢，这个我在净土里面度众生就好了，就像《法华经》里面。那佛呢就当场就问说，那有谁要发愿我灭度以后呢，在佛灭度以后弘扬法华经，那阿罗汉不觉得人敢举手，都点点说话，都不敢讲话啊。然后呢，这个菩萨呢，也没有马上先发言啊。他方的世界的菩萨一看到，哎，娑婆世界这些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怎么都这么没有发心呢，所以呢，他方世界的菩萨呢就站出来说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我替你弘扬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说 ：“Man， 我家己有地主啊。”从地涌出品就来了哈、哦，那个是从地涌出品的一个的文字哈、哦。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写：五浊人所确入，所以阿难发愿勇于先入，率先发愿。在五浊恶世里面帮助众生，所以你看他说前面那个是悲悯心，后面这个勇猛心、哦、那再来，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这两句就把它套广大心、常时心。常时心就是恒心，时间再久都不会变。广大心就是呢，希望众生呢、啊，各类的众生他都不会放弃、哦、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第一心，在金刚经论里面讲到的四心，这里面少了第一心、哦、不过第一心如果配合前面愿经得果成宝王，那就是还度如是恒沙众，度众生也是希望帮助众生成佛，那个就是第一心、哦、所以这里面把菩提心就配合这几句的偈颂，也把它同时标显出来、哦、再来，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省除为细祸、啊、那么这边呢，郑老师呢把这几个大雄大力大慈大悲都写得很清楚了、啊、所以以后我们去大雄宝殿，如果你的亲戚朋友说为什么你们佛教这个寺庙里面那个要叫做大雄宝殿，你应该要会回答，你说一下好了，我让我们稍微有所学习、哦、大雄指的就是佛陀、哦、那么佛陀为什么称赞他为大雄？他能够断尽一切烦恼，就像这边写的，不但他自己断尽，还能够帮助众生断一切烦恼，因为那个烦恼非常的坚固，所以呢必须要有相当雄伟的很大的力量，所以大雄大力就
形容能够帮助众生破烦恼，那种烦恼根深蒂固，非常的坚固，也还是可以把它拿掉。所以叫做大雄大力，大慈大悲，就是能够就近拔苦与乐，大慈大悲、哦、那么悉更省除为系祸，就是阿难求佛呢能够帮助他省除为系祸。那么郑老师呢就把它简单写了界内的跟界外的。为什么阿难已经是出国，所以他界内的见祸，见思恶祸的见已经拿掉了，只剩下思祸，所以他才会这样写为系祸。对着见祸而言，思祸是比较细的。再来界外，三界外的无明祸，所以他后面的小字的说明，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哦、那么烦恼障里面见思祸，那个见或没有了，只剩下细的思惑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接下来他们写阿难虽误惑法身，而此恶惑俱在，所以希望加工用行，求佛更为开示省除。乃至后面呢阿难佛回答满词就是富罗那、哦、其实也等于在对阿难开示，就是怎么样去省除这些为细惑。所以他说到了第八卷啊，这个就断掉了这个维系烦恼了，就像断除三界修心六品维系烦恼，尽住于恶果，那也就是欲界的前六品啊，断欲界前六品就证恶果，欲界整个九品拿掉证三果啊，所以剩下的色界无色界八地八九七十二，七十二品就是在阿那含的这种位次开始断。那如果呢你不是在人间，这个阿那含的圣者他时间到了，寿命尽了，他一定会到五不还天五净居天，在净居天那边继续去断这七十二品的失火、哦、好。那么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做道场、啊、这个都好了解了啊。这个登无上觉就是呢成佛嘛、哦、然后呢做道场等于就是成佛、哦、那他配合前面讲的满足了胡慧两种庄严，满二言就是胡德智慧两种庄严、哦、那么这个是到这里是发心、哦、最后两句顺若多性可消亡，说迦罗心无动转。你没有看到这个新表姐那个硕字啊有个金字边，但实际上呢为了这个字呢我去查了一下，整个 CPETA 里面、哦、只有一个地方是用金字边，偶义大师的玄义跟文句，只有偶义大师玄义文句才用金字边，其他呢通通都用火字边、哦、所以应该呢算这个金字边不恰当啊，还是用火字边哈。硕加罗心，硕加罗心呢就是形容坚固，然后呢前面顺若多就是空神，虚空神的名字就叫顺若多，所以呢用这个顺若多心就是说空性，空性怎么可能消亡？他说假使空性都可以消亡，即使是这样，我这一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也决定不动转，坚固不动转、哦、所以呢这种心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的，用这样来表示他发愿之真诚、哦、那么最后这个地方呢到这里、哦、你回来科会的书，科会的八十九页第二行，这偈颂一结束呢，这边科会这边写的其实就是正脉书哈、哦。入正中分到这里，这个是第一周破妄显真周。下面那个小字呢，说这一周呢，出名二执分别，纯属悟尽。什么意思呢？请看今天的这个讲义。其实呢正脉书教光法师他采用这五周，他把整部楞严经也用五周
去说，他是学习哈这个清凉澄观大师解释《华严经》啊，《华严经》呢，清凉澄观大师用五浊因果啊，那一般解释《法华经》呢，有三浊说法啊，所以这两部经，一个是三浊说法，一个是五浊因果。华严的这五浊因果就是所性因果周、差别因果周、平等因果、成形因果、证入因果。那前面各自配不同的品，我就懒得下去讲了哈。那么这个离世间品38品，证入因果周、入法界品39品。我讲的品数是用这个80华严，也就是说最后两品各自一周，前面呢37品，总共是三周。那这个要详细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看华严的那些科判。所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五周，交光法师呢也就把它分成五周。那么第一周就叫做破妄显真周。那么什么叫做破妄显真周呢？它的说明是这样子，你看，阿难在三卷末成佛破妄显真的开示，就开悟了。但是呢，他只是初初悟到所执之妄，初初见到所疑之真。啊，原来不能够用那种第六意识妄想心。啊，那个、妄想，第六意识不是实有的，不是有体的，不是真心。啊，那么十番显见。二见翻显，乃至呢四科七大啊，通通都能够呢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呢就见到这个真性，所以呢就用偈颂来讲啊，感谢佛陀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惑法身啊，然后呢悉更审除为细惑啊，所以随请其更除细惑啊，所以到这里就做一个圆满了。这一小段到这里圆满啊，所以这一段破妄显真可以说呢是悟到二执的分别。什么叫二执分别？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因为后面的那个无生无碍周，这个在哪里呢？无生无碍周，科会的106页啊，科会的106页啊，这字很小很小哈，106页的这个2468第八行啊，你看有一个无生无碍咒，下面就有写此咒收绝二执俱生，坚起修义啊，字很小，我把它念一念这样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无生无碍咒讲的是什么呢？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里面呢隐含了有修的意思。如果是呢这个破妄显真周，纯粹呢就是要阿难悟妄跟悟到真性见性，所以他才说呢，他只是断掉呢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所以才会说悉更审除为悉惑啊，所以回来这边89页哈，才会说呢，纯属悟境，只是悟而已，里面呢没有带一点点修的意思。这就是正脉书一直强调这一点，跟天台宗祖师解释楞严经最大不同就在这边哦。到这里都只是阿难只是悟啊。佛呢还没有跟阿难讲怎么修，那在富罗那那边呢，哎，多少还带了一点修意了，有点开启的意思了，哦，所以这是两段的不同。但是这两段合起来，破妄显真周加上 无生无碍周，就是呢那三大科色魔他微密观照。上次不是说讲到这边只有色魔他秘密观照不为，就是必须要加上无生无碍周，
才能够除为细惑，息更胜除为细惑。这时候你才能够微密观照。这就是正脉书他整个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原因在这边。所以我们把那个讲义念完，除了这两句话，这一段破妄显真周是明二执分别纯属悟境，接下来他是谈空如来藏，在三藏里面，三如来藏里面他谈空如来藏，直指自心本具妙定之体，以及极显其常住作片。直接悟到这个自心本具的这种离体，它是常住，突破时间，作片突破空间。所以阿难在这边他是悟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前面才会说呢，身荡然，心荡然啊，那么了然之知啊，或本妙心常住不灭。然后呢，反观我们的这种肉身呢，像十方虚空里面呢的一微尘若存若亡，像大海里面的一个小水泡，起灭无从啊，乃至十方虚空都像手中的一小片叶子这样啊。那么心经片缘含裹十方。像这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体会，属于空如来藏的体会。到这里，好，回到这个科会哈，科会八十九页，接着呢是审除细惑，说后二如来藏，就程序的这刚刚那个偈颂里面讲，悉更审除为细惑，所以呢，他这一段就用这个审除细惑。然后前面呢是讲空如来藏，接着是讲后二如来藏。所谓的后二就是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所以这一段小字，请看讲义。第一页的这个最后这一段啊，他这个也是取三卷末阿难发心记云：悉更审除为细惑，以向下所谈，乃身妄之深缘，尘埃之幽本故也。为什么会是有妄想？它的根源为什么会有障碍？它的幽本，所以幽本形容不容易看到。深缘呢，也是太细了，太深了，你不容易察觉到。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去讲？审除为细惑啊。那么后二障讲的就是不空障跟空不空障。教光法师呢这边补充说明说，一般解释三藏两方面，一个呢是圆觉书，圆觉书是谁？就是宗密大师下面那一段，宗密大师的圆觉经略书，讲如来藏啊，从三方面来讲，一个是隐护，一个是含摄，一个是出生啊，讲这三藏。所以呢，这边就简单的把宗密大师对这三句话的解释。他说第一段迷的时候，如来藏藏在众生心中，我们看不到，所以叫做隐护。所以隐护是从迷的众生去讲的如来藏藏起来那后呢，后面就是那个出生，是从悟的时候佛体悟证悟的如来藏之后，出生一切功德妙相，一切功德庄严，神通妙用，所以等于呢，那个大护长者把他仓库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发出来给大家受用，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相通通拿出来出生所以后面那个是悟的时候，中间这个含摄，隐护含摄出生嘛中间这个含摄客体，所谓的客体就是说，一般在解释如来藏都是从含摄的角度去讲，怎么说真妄合合，这种起心论那种观念，真妄合合去解释如来藏就是众生跟佛都是这个东西，所以它含摄四出世间一切法，含有染净两方面的一切现象，所以真妄合合，四出世间法都含在这个如来藏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如来藏的三义
啊，这时候它没有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样的解释，它并没有分空不空这样的讲法了，啊，它不是从那个角度去说了，啊，那么如果是华严经书，清凉澄光大师解释如来藏用体相用三大，顺次解释空等三藏，就有用空不空这个，所以体大。空如来藏，相大不空如来藏，用大空不空如来藏，所以这叫做顺次是空等三藏。这是清凉澄光大师解释的三藏。他说呢，今世后义，现在楞严经这边的三藏很像华严经书的，但是稍有不同。怎么个不同法？空如来藏讲体大，全同。为什么？所显之真正为体大，合下二藏义指遍殊。但是后面二藏的解释，跟清凉大师的相大用大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楞严这边唯约体用单双会是空等三藏。后面这句话，他去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没有缺失啊，合相于用。亦非有缺漏，也就是那这样一说起来，那你只有体跟用啊，那相呢？相不见呐、啊，你用体跟用而已，那相不见呐、啊。他说把相放在用里面，这也没有缺少，所以中间那一句话"体用单双"，就是呢，我把它整理出来，讲空如来藏讲体，讲不空如来藏讲的是用。空不空，是体用双会，所以里面没有讲相，不像清凉澄光大师是体相用三大，这样去解释空不空三个，它不一样，它就是用体用就好了，所以他后面才会说呢，这个把相放在用里面也没有缺漏。哦，那么这个是他说明，但是你要记得就是了，前面的空如来藏。阿难到这里偈颂讲完，只是体会到，也就是破妄显真周，只体会到空如来藏。接下来护罗那的这一段开始呢，要讲后二藏，包括不空跟空不空。哦，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也就等于呢，这里面你就要去了解体跟用。哦，用体用这两边去了解后二障。好，那么经文我们先念一念。尔时护罗那弥陀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拨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说推，常推，对不起，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经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欲百步外，宁于闻瑞。啊，那个瑞其实也是蚊子啊、小虫啊那些害类哈。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思义，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迂以悔以悔。这个迂字啊，缠绕的意思，内心的疑跟悔呢，都还缠绕着啊，所以叫尚迂以悔。那么先念到这里，护罗那他自己讲啊，先赞叹世尊大威德世尊。啊，你前头讲的是非常的好，讲的是如来第一谛，那么可是呢，世尊，你平常称赞我呢是会说弟子中呢最会说法的，说法人中我为第一。可是呢，我听到如来前面这样的讲法，他用了一个譬喻，好像聋人听百步外的那个蚊子的声音。他说，注解里面就说正常人。不要说聋人，正常人去听蚊子，不要说百步外，光是一步内、十步内，
要听到蚊子飞的声音，恐怕不容易。通常我们都是要睡觉的时候，那蚊子在这边耳朵哦，就被吵醒了，实在有够讨厌哦。那时候就很敏感，就听得很清楚。那如果不是要睡觉了哈，就是蚊子这样飞飞飞，如果没有很靠近我们的脸啊和耳朵呢，我们也听不到它在飞的声音，嗡嗡叫的声音，哦。所以呢，现在呢，富罗娜呢，他说呢，就算我是很聪明的会说法的，可是呢，我听如来前面那个说法，好像哦，是聋人听100步以外的蚊子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根本没听过，太稀奇了，太稀奇了，从来没听过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呢，我内心呢是还是有疑惑。虽然你很清楚的讲，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你很明白的说，我这样的开示就是希望拿掉你们心中的疑惑，但是今犹未详思义，到那个究竟无疑惑地，哦，然后呢，就说呢，这个像阿难，虽然开悟，习漏未除。哦，然后呢，我们登无漏的阿罗汉，虽然是没有烦恼了，但是听如来这个说法，其实内心还是有点怀疑，内心还是不是没有怀疑的，这白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富罗那的介绍，讲义第二页哈，富罗那世尊十大弟子之一。就是全名就是课本这边写的富罗那弥多罗尼子，翻成中文呢满池子满院子，所以满是他的名字，池呢是他的母姓，从母得名，所以叫做满池子。他也是迦毗罗卫的人，净饭王国师的儿子，他是大臣的儿子，也是婆罗门种，容貌端正，自幼聪明，小时候呢四维陀诸论都通读懂了，长大以后呢，就出家，欲求解脱，遂于悉达太子出城之夜，悉达太子出城，他也出去，与朋友30人同时于波离婆遮迦法中出家，那一个外道，入雪山苦行精进，得到四禅五通哦，他只有没有漏尽通而已哦，五通都有哦。佛成道之后呢，才听说这个是一切智人，赶快呢去求法，在鹿野院转法轮，所以呢，他就跑去那边向佛请教，果然智慧高超，超出自己太多了，所以呢，就在佛那边求出家，受具足戒，后来证得阿罗汉。他学问很好，口才很好，很会说法，很会辩才啊，善于分别义理。后来专事演法教化，闻其说法而解脱得度者，多达99000人。这个数字我就比较容易相信啊。之前呢，有一些地方写的是几亿，我都觉得那个几亿大概是用10万去算亿吧啊。那么跟着他能够得解脱的有99000人，将近10万人。这个数字可以相信所以被誉为说法第一。那后头根据的呢，就是特别赞叹他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典故，在阿含呐、摩诃僧伽律啊，说这个地方的人，苏卢那的人，没什么善根，而且脾气不好啊，凶恶必报，好嘲骂。所以呢，佛呢有心要去教化，就问弟子们，谁愿意去？没有人愿意去，后来就富罗那说："好，那我来去。”所以呢，征得佛陀允许，前往教化其国，为500优婆塞说法，建立500伽蓝，让他具足这个下安居等事等等。所以这个是富罗那。那么这脉书特别说明一下说，为什么这一段要请富罗那做当机来请法，由他来问问题。他说明理由，因为表示下面所谈的细或理玄，一定要阿罗汉才问得出来，而且要阿罗汉更应该要去了解，无学生位皆当救心，都要去了解，不是单独为有学
出国、二国、三国，像阿难这样子去说的，对阿罗汉都很重要，故今表两重圣前当机啊，前面当机是阿难啊，两方面胜过阿难。第一，四住惑尽，整个见思惑通通没有了。四住惑就是见思惑全部断干净了，不像阿难只断见惑而已啊，所以圣前惑未尽，前就是讲阿难了。二者四辩能说，他有四辩才，他不但学问好，然后呢这个有功德，还有这种辩才，圣前阿难只会强记啊，所以是有这两个书圣，就请富罗那做代表来请法啊，所以就如同这个经文这边写的。那么后面那个呢，八十九页回到科会哈，科会的那个八十九页最后的五行这边，他不是写说是像阿难辈虽开悟，习漏未除，然后我等会中登无漏者啊等等，一个是有学，一个是无学哦。那么在长水书里面，就紫玄法师长水书的这个楞严经注解里面啊，请看讲义哈，他说呢，像阿难开悟，但是习漏未除。阿难开悟前面就写了，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啊，哦，小圣有学断分别，具身全在。刚我们就解释过了，一个是分别的，一个是具身的，啊，分别我执，具身我执啊，所以分别断了，但是具身还在。啊，你套用说见或断了，思或没断也 OK 啊，这里，所以这个叫做习漏未除。啊，经文的习漏未除，那满慈无学断尽具身，具身的私惑断干净了，所以是从小圣的烦恼障来说，啊，所以的登无漏尽诸漏，就讲断私惑断尽了，啊，那他就假设这样问答：既然断尽了这些无学阿罗汉，为什么还会有疑悔？那反而出果之辈解悟不疑。哎，哦，怎么会是这样呢？出果有解悟不疑，结果阿罗汉还有疑，怎么会是这样？他的回答：烦恼跟所知恶障有不同，人我执、法我执有轻重的不同。他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啊，正理论啊，应该是顺正理论吧？吼，或有余尽。自不与已于，他说呢，就举例，凡夫善通三藏，罗汉不是次言。我是懒得再去查那个典故啊。不过从这个句话就是说，是很平常的言，只是不是一般白色的言，它是红色的言，所以呢，罗汉它是有根本智，但是呢，对于这世俗的呢，他就。不是一下子就知道啊，那么不像呢凡夫烦恼重，但是呢他懂三藏经典经律论三藏啊，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在什么呢？所知藏藏法界里，罗汉虽得无漏烦恼轻故，这是烦恼障轻，但是他还会有疑悔，所知藏比较重。阿难开悟，所知障比较轻；习漏未除，烦恼障比较重。所以从这边呢，就可以呢，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想法，就说如果是真正明心见性的阿罗汉来到现代社会，他看到现在的这些电脑跟这些量子物理学，他不用学就会懂吗？我常常说不可能，他不是不需要学会就可以懂，他也需要学，只不过是他学的比我们任何人都快，他真的要学一下子就学通了，我们是搞半天了都还没办法，那么要像周老师这样子，哦，要搞很久了，哦，才能够懂。那我们要一定要经过这样学习的过程长时间的，可是阿罗汉有那种智慧，他很快学会，
但是你说他不需要学就能用懂，我不认为，我不觉得他有那种厚德字，厚德字也是需要学习的，是有根本字之后学习厚德字，那不但是很快，而且不会学错，可以学得很圆满，应该是这么说啊。所以不要以为明心见性的人什么都懂，你去问他量子物理学，他怎么可能懂？他没学过，他不会懂啊。问他生物科技，不见难懂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解释富罗那所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你回到科会，回到科会的最后这个两行，他的科判啊，你看。他说：“确成二矣，魁一确成二矣。那么接下来，子一以万法生序，翻过来，第三行，子二以五大圆融。所以，富罗那的这两个问题，两个疑问就指这两个，一个呢是。”呼生相续这种万法的生，然后呢，怎么相续的？第二个就是五大真的可以圆融吗？那么为什么会问出这样出来呢？就是因为如果一切法都是清净本然，虽然是周遍法界，清净本然是本空，那本空为什么会生起来？然后为什么又会相续？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它都周遍，就像他的文问的，水也周遍，火也周遍，那不是水会灭火吗？水在的地方，火就生不起来，不是吗？那怎么可能都周遍呢？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问的就是这种五大的圆融，他没讲七大哦，他只讲五大哦。为什么？因为见大跟四大无形无相。说它可以都各自周遍，比较容易想得通。地、水、火、风、空，这五个想起来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圆融周遍，会没有障碍呢？他的疑问在这里，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讲义，这边最后一段二义，第一个一万法生序，第二个一五大圆融。彼皆如来藏，遍显即心，大家都是即心清净本然，遍显本空，都是即是心，都是本空，也就是前面经文写的四科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用多一点文字，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所以富罗那就问这个：如果都是这样清净本然，云何呼生诸有为相？此一有二，第一以始之呼声，二以终之相续。那要把经文先念一念，才知道他注解的是在讲什么哈。对不起哈，请翻到90页，科会90页。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富罗那就问世尊啊：若护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那不就是前面讲的四科吗？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都皆如来藏，清净本然。既然都清净本然，都是如来藏，所以他才说都是即是如来藏。然后呢，都清净本然，都是空。云何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终而复始。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融水？这是第一个，两个冲突。水性周遍，火则不生。云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离灭。这是举第二个，水跟火。第三，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地跟空。地大跟空大，总共举三个有障碍，彼此互相有障碍的。
而我不知是亦幽王，这个是念幽，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集诸大众啊！不但我有这样的怀疑，希望大众呢，应该也跟我一样有怀疑的啊！作事于已，五体投地，亲可如来，无上慈悔哦。所以他就是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看这个，回到这个讲义，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万法的生跟续，所以呢，它这里面隐含了两个，一个是呼生，一个是相续，所以它才会用一个始终，始之呼生，终是相续。这里面经文写到，这个呼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啊、哦，所以有一个始啊，有一个终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去解释、哦、那么他说呢，山河大地就是世界，诸有为相兼众生业果，其此乃以始之呼生。这个为什么我要把它画底线？因为这三个名词，世界、众生、业果，叫做三种相续。三种相续就是在我们课本的这科会的92页跟93页啊，你翻到科会的92页啊，你看中间这边卯二后之相续，就是回答前面的次第迁流中而护使的问，这里面就分成一世界相续，然后呢，这个93页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以是因缘世界相续啊，再来第二众生相续啊，那么也就是93页的倒数246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话众生相续，然后呢倒数第五行成三业果相续，那么经文是在94页的246第七行，以是因缘业果相续，所以三种相续、哦、楞严经里面讲这三种相续，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哦、所以回到这讲义，交光法师在解释，就是说富罗那问的问题，如果配合后面佛陀的回答啊，就等于呢，他在问这三种相续：山河大地代表世界相续，诸有为相代表众生相续跟业果相续。只是呢，这边问题是说，云何呼生？怎么会突然有？既然藏心本空，最初何故呼生世界众生业果也？这是问第一个，为什么呼生？本来清净呢、啊，本来是空性呢、啊。接下来次第迁流终而护使这两句，他说呢，这个就是兼上面的世界等三种相续，他就用一个做代表，但是讲这三种相续，三种都是相续嘛，终而护使就是相续。次第迁流综合护持不断的相续，所以这两句次第迁流综合护持就问为什么会相续，前面是问为什么会生出来，后面是问为什么会相续、哦、他意思就是说，既然是即是藏心也本空，纵使呼生应该也是呼灭，末后何缘浩劫迁流相续不断呢？此问求佛语说死生终续之想，只是请佛说明、啊、把它讲详细、啊、所以圆音法师在这边呢，他就补充说呢，满持但执空如来藏不变之体。呼罗那会之所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体会到那个不变的体，他没有了解到那个不空如来藏随缘的用，所以他疑问在这边。所以后头佛的回答为什么科判变成是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就是刚讲的体跟用，你了解那个空如来藏的体之后，同时也要了解那个用，随缘的用、哦、所以他说呢，用不空藏回答他是这个意思、哦、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经文，
啊，虽然时间快到了，稍微再把那个经文再看一下。你看后面哈、哦，请佛开示这边啊，富罗那人就说：“我不知是亦幽往，就是他不是很了解哈、哦，这里面的意思。那么希望佛陀慈悲啊，能够开示。结果呢，接着下来的经文呢，尔时世尊告富罗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所以经文很明显的写的是对着阿罗汉去开示，是漏尽阿罗汉。所以佛陀马上接着话就讲：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性啊，要讲这种圣义中的圣义性。所以这一段呢，圣义中的圣义性呢，有它的难度在啊。那么应该要结束了，但是呢也把这个新表解哈，郑水吉老师的这个新表解的85页，他这边哈的注解跟正脉书最大的不同，有一点在哪里不同呢？就是那个五大圆融那边，他用的三种真实去做注解。圆真实、常真实跟通真实、哦、他说如果呢地水火风本性圆融，这个是圆真实，周遍法界是通真实，湛然常住是常真实。既然地水火风空这五大都是合乎这三种真实，那为什么会有互相妨害的这种现象呢？相爱的现象呢？哦，他是配合这三种真实去讲富罗那提出来的问题。说实在话，如果说富罗那真的了解这三种真实，他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可见这个富罗那所了解的的确像正脉书讲的，他只是从体上的了解，但是那个体上的了解没有配合用上面的圆融，他的体是不圆满的、哦、原因是在这边。所以一定要呢了解体用不二、哦、那至于刚刚讲的见大四大呢，我就是看到这边无相，所以自然就不会问啊、哦、他的障碍。好，今天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这个佛慈许说，就我们叫下礼拜，下礼拜是2号，所以呢没有放假，只有礼拜三有放假啊，1号有放假哈、哦。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请注意。